级汽车。海精灵的魔咒。嘿，你们在玩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哇，真漂亮，我要了。让我玩玩。人鱼公主，公主还给我们。不要，等我玩够了再还给你们。我们不是朋友吗？不要这么小气嘛。哼，你太霸道了，根本不知道怎么对待朋友。我要以海精灵的名义对你施下魔咒。嘿，玛丽格露露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现在魔咒生效了，你再也不会有朋友了。天哪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谁来救救我呀？来自海底的求救信号。白老虎、开心虎，我中了海精灵的魔咒，你们快来帮我。好，超级。哥哥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魔咒呢，这次该出动哪辆超级汽车呢？让我想想，有了，救护车安琪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，超级汽车变身。今天的惊喜道具是魔咒消消贴。时空跑道开启。超级汽车出动。人鱼公主，安琪，快帮帮我，我中了海精灵的魔咒。别担心，我带了许多魔咒消消贴，用哪张好呢？别看了，快点贴上吧。哈哈，太好了，魔咒解除，我又有朋友啦。我的朋友你在哪？小海龟，小海龟找到啦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快走开，我不想和你做朋友。失效了，我要再贴一张。我的朋友你在哪？小丑鱼，小丑鱼找到了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快走开，我不想和你做朋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的朋友你在哪？大鲨鱼，大鲨鱼找到了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快走开，我不想和你做朋友。魔咒无法解除，我再也不会有朋友了。其实没有魔咒，大家不愿意跟你做朋友是因为你太霸道了。人鱼公主，快去和朋友们道歉吧。找呀找呀找朋友，好朋友，好朋友在一起，欢欢笑笑好开心。安琪，谢谢你，我知道该怎么交朋友了。不客气，很高兴能帮助到你。